文老爹赶紧玩。大家好，老爹哦，早上的影片没有玩到我们的深中一郎，那么现在老爹我们再来玩一次哦，看看能不能使用到我们的深中一郎。没问题啊，换上白色 T 恤的深中一郎三分加三应该更准啦，我们就马上来使用看看深中一郎能不能爬分。白色的 T 恤 All right，靠腰啊，队友全部是射手啊，我也是醉啦，队友全部都是射手啊，我觉得我可能要玩好有一个赤木，我的神钟又不见啦，哼，怎么老这样啊，救命啊。你好，我是天才樱木花道，多多指教。我才是今年好了，那我们来玩个清田信长好了。我也不想这样啊，怎么每次我要拍片都拍不到啊？好了，清田也不错了，清田也可以啊，我下一场应该可以玩到吧。对面两个中锋，哈姆太郎，他也是穿白色的 T 恤，可以啊，你们就把他想成是老爹就好了，你们把他当成是我就好了。哈姆太郎，15，香港篮球手，也是白色的 T 恤。好，哈太郎。惨了，这个赤木是最强王牌啊，抢不抢得到球啊，救命啊。阿美里，完全抢不到球啊！相信我，0-2，糟了个高，我们的赤木完全抢不到球啊！你到底要不要投啊？我靠，那个东丁都。2-2，我看我自己来了，各位观众啊，哎呀呀，2-4，好，5-4，不愧是我们白 T 恤的哈太郎。5-6，什么？8-6啊！有没有看到啊？穿白色 T 恤就是这么准啊！没问题，谁敢的火锅？严重干扰，快传我这里。好，有啦，这就是4-6啊，这就是白 T 恤的哈太郎。靠腰，他这样一投。又进啦，14-6，我是来捡他被盖火锅的，我想说他会被盖火锅啊。
好，十四比九。对面藤真受不了了，他只好飙三分啦。好，十四比十一。干得好，干得好。哎，十四比十三。传给我啊！我在这边空档啊！传得好，好，十六比十三，不要执着投三分啊！哈太郎，要上喽！我早就等不及了。好，没问题，十九比十三，不愧是我们的白色 T 恤，哈太郎。靠腰，他投三分，没进。什么？哎，不会进。十九比十六啊！不可能，别小看王哲。没问题。我最近还帮忙守屯真了，他很想投三分。好，二十一比十八，放两分算了。没问题，二十三比十八，不用坚持投三分啊，哈太郎。我真是不敢相信。干得好。全国二十五比十八，完全没问题。这就是我们白 T 恤的哈太郎，守住藤真的三分就可以了。好，二十五比二十，怎么样都不会输啦。不可能。好，二十八比二十，我们这个哈太郎很坚持要投三分啊。他要丢球了，丢啊！你丢啊！篮板。我的梦想，谁也夺不走。他们已经放弃比赛了。好，比赛结束。这样子也可以啊，我也是醉了，我都看不懂我在干嘛，整场都不知道在干嘛。这就是白色 T 恤的哈太郎的厉害啊！我什么都没做啊，盖了两个火锅啊！啊，没问题。那么我们来第二场，这一次该我了吧？该我当神宗了吧？好，我们的队友选的花形兔，老爹早，早安哦。内线尽量打。完全没问题，压力山大，不用压力山大，我是穿白 T 恤的神中一文啊，文中一神啊，文中一郎啊。很多人跟老爹说啊，他的名字叫做神，然后中一郎，
不是神宗，然后一郎是神宗一郎，听得出差距吗？所以我就是文宗一郎，知道吗？是文宗一郎。好，来，抢给我。靠腰，没有进，靠腰没有篮板，糟了个高，哎，好险，好险！这个长谷川好奇怪啊，好险！这个长谷川刚刚没投啊，这个长谷川在发呆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哎呀！他们不用跳篮板就捡到了，不用跳篮板就讲到了。哦，严重干扰赵静，我是谁？穿白 T 恤的文宗一郎。这个三井，这个三井，我靠，我靠，你个东西，好家在没进啊，在开什么鬼玩笑啊？靠腰，好险。这个花型一直要球啊，给他，不然他等下生气。我跟你讲啊，队友生气你就不用打了，队友生气气你就输了，知道吗？好，干得好！没问题，控卫三分球，8-2，我是谁？文宗一郎。篮板球是我的。靠腰，这个三井又被放空啦。我绝不认输。认定人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哎呀，救命啊！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太妙啊？好加在，好加在。空位三分没进，这应该不能怪我了吧？好，10-5，对面的樱木好像不会守。不会守我们的花型哎！好，10-7。没有进。好，10-9。12-9，完全没问题。好，干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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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首席后卫。14-9啦，我们的攻城还可以啊，虽然常常放那个三井投三分啊。想干嘛？靠腰竟然进了，14-11。好，16-11，完全没问题，还领先五分，还领先五分。没问题，直接再一个三分球。我是谁？文宗一郎，没问题啊，19-11，他一定会投三分的，他一定会投三分，相信我。哎，没有哎，他没有哎，竟然没投啊！好，19-14。直接上了，工程，你刚刚干嘛不上啊？相信我。21-14，靠腰。不到最后，绝不轻言放弃，绝不认。21-17，好，拖时间。这里啊，尽量把球传给后卫哦，因为后卫控球能力比较好哦。
这个花型有点早出手啊！收好这个三井啊！哎呀，23-20，继续拖时间。糟了个高啊！你们在干嘛？好架在没进。没问题，我是谁？温中一郎啊！好，我爱你，你爱我，不要再放他！哈哈哈哈，被我猜到了吧？靠腰，这才是我真正的实力。23-23，哈哈哈，来下空档啊！你们在干嘛 ？What are you doing, man？称呼我神奈川首席后卫，拿到了，赢了，没问题啊，这就是我们白色 T 恤的温中一郎啊，请交给我，轻轻松松结束比赛，我两场都不知道我在干嘛就赢了，有没有看到啊？有白色 T 恤的温中一郎就是可以轻松爬分，哎，这样 MVP 啊，靠腰。好，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